超长。我们现在抵达了佛罗里达的机场，过程两个半小时，没吃到什么，因为那位置超小。我后面三个美国人，他们喝酒，然后超级吵，讲话超级大声。哦，我应该有听到，我应该有听到。在我正后面那个还一戳到我的头，然后他做指甲。这是女生哦。对，是一个胖女人。跟我们的朋友说，他们今天就是没行程。他说等下就是先回饭店，然后再租车，然后就快要去哪里了。We have to do 3 days。迈阿密的阳光。当时觉得超级不可思议，你竟然真的踏上了迈阿密。他们来迈阿密吃 Subway。但迈阿密真的是非常热情的地方，所以在你入住之前，我们哪里有冷气这个消息？来了。我们现在终于要去民宿了。在外面啊？对啊。我们就坐在那个沙滩的旁边，其实蛮方便的。这是我们第二间，我们订了两间，在隔壁旁。这一堆是四人房，然后就恭喜 you are in Japan. The vlog, let's go. Yeah, but only sleeping. Only sleeping. Yeah. We are going to take a nap and then take alcohol. And then toilet. And then come come as better. Let's go.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沙滩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很有名的沙滩，因为人看起来蛮少的。但说实话，这里的沙滩沙没有比较好踩，海也没有比较清澈，但是人又比较好看。有人在沙滩旁边健身，我就在前面吧。Yeah, just one minute. Mini, keep that in your bag, please. I don't like this. Yeah, I don't like. It's terrible. No, not terrible. 就走在这个不知道是哪里，反正就是跟着他们来。你看他转发。今天的晚餐，但我个人觉得这家看起来没有特别好，所以我不知道吧。我就先看吃看别人，然后再来决定。好。It's good, bro. It's good. It's good, bro. It's so fucking good. You didn't lie to me, bro. I was fucking hungry. This is grilled cheese with meat,、oh. vegetables, rice and beans, potatoes. It can't be bad.Good, really?、Mm-hmm. 后来我们还是买了，很多蛋白质，真的是超干。我那个时候实在是太饿了，所以还是能吃就吃，填饱肚子。
这一区还挺热闹的，就有蛮多酒吧，还有这些餐厅。在其他城市这个时候10点多看不到那么灯火通明的街头，对，我觉得迈阿密真的有一种晚上就是很放松的那种感觉。这是我们住的地方早上的景色，是在那边都是海，然后这边都是街上，虽然是蛮吵的，但我觉得其实很有迈阿密的这个氛围，我觉得也是还不错。在迈阿密真的就是无聊就下水吧。正当我开始好奇我们午餐又要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拿出了很多他们原本就买好的食物，然后自己做，然后很省钱又蛮好吃的，真的是没有想到。等一下要去搭船，这蛮贵的，一个要70块，但我觉得好像应该要去搭一下，毕竟那好像是一个蛮大的景点。他们现在在租船，但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所以等他们上船喽。1, 2, 3，只能说这真的是超好玩，超级嗨，大家一定要来体验看看。Seguido, seguido, dale, sin pensar. Vamos, vamos, vamos. Sigue, sigue.我们以为芝加哥的船景已经无人能敌了，殊不知迈阿密的这个景色好像跟它不相上下。
Eneco 读 Rafa's， Eneco 读 Rafa's， 这个地方 Rafa's 给我们$300。晚上12点的迈阿密还是如此灯火通明，晚上走在这边好像不用太担心很危险。这段时间大家都还不太累，所以我们又跑出门夜游一波。Your blog? My own. Also the best guy I've ever met. Sí, es el más puto. El más putero de todos. El más puto. Vivan las putas, coño, que se ganan la vida como pueden.迈阿密其实也是一个美国当代的艺术重镇，它固定会在这边举办巴塞尔艺术展，计划至今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超过50位艺术家协力创作。园区内除了开放空间的彩绘墙面、户外装置艺术，是有4室内1廊、餐厅、商店等附属设施。这是一个非常街头风的一个地方，很好拍照。它开放大众每个人1分钟的时间在这里自由喷漆画画，蛮好玩的。Good. The other one, but because this one has got a lot. Yeah. Disco. Oh, baby, look at you. When you walk in, everybody got their eyes on you. Amazing. Oh, baby, look at you. Love how you sway, like you got. 然后我们来到别某一个他们西班牙朋友的房子，他们好像继续先 pre drink 完才能喝，对。太多西班牙人了，有点扛不住了。Oh yeah, Harry Potter. 哈哈哈哈哈耶去夜店咯，不要忘记录音。
说这个夜店比较适合让有钱人，因为它就是你塞越多钱就会有越多妹妹来找你玩，所以不适合我们这些穷的打工仔。但女生来这边蛮好赚钱的，音乐也不差，就是跟台湾差不多，所以我们没多久就回家了。今天不知道他们现在要去哪里，这里感觉是一个港口，然后可以吃东西的港口。干！我们的午餐 Five Guys。吃饭，我就跟你说，我刚才吃这个很好吃啊。这，好美啊！然后我现在就是趁着最后一个下午，然后逛一下这边的一个小商圈，然后看一下什么东西可以买给我朋友一家人。大码。然后因为太热了，我就移动到附近的咖啡厅避暑。最后的几个小时，然后我就来到就是这个附近的一个草原，然后旁边好像也是有海滩，然后附近有很多很漂亮的建筑，我觉得就来这边放松，坐着，然后看着前很多狗狗在奔跑。Hi. Hello. 哇，这里超级漂亮的。You go living in broken hearted, eat them up like you've been starving, but you can't get enough.